我好想你，就在这没有月亮的晚上。可知道，下次就没有机会连家。你连家被我被找成什么样？你长得再怎么漂亮。寂寞的我，等你远远西海问候，没见到你，我想念你，见到了你，欲言又止。我只有唱一首歌，代表我给你的挂念。好，对着两分钟。好，对着的光用左手再重复一下刚刚的气呢。这个时候呢，放在你的右腿上，两条食指对对折了变成两条，对不对？放在你的右腿上，然后呢，距离分开啊，两条八分开，大概是7到8公分的宽度，或者是6到8公分都可以，随你。啊，这个时候，来，每一个人学习一下，伸出你的右手掌，右手来伸出来，来往自己的胸膛拍一下，表示就是说猎人讲的，你们听得懂，这个会有问题。你们真的很乖，你们是想拍哦，你们真的拍哦，哇，真的，好棒的学生。第二次哦，还是要伸出你的右手掌，这个时候不要再拍了，拍了就会逆伤。来压住这个两条线，好不好？来压住这个两条线。看哦，基本动作哦，压住这两条线，然后呢，我们往自己的肋部去解，有没有？像我这样，好，我做一个示范，像这样哦，像这样，这个时候我稍微把它发现一下，往自己的肋部解到这个地方，没错，左手这个时候放下，它自然就会解了，有没有？结构的部分，这个呢，左手是活动的，再去抓到结构的部分，可是基本动作一定要去体会到。我们呢，还是把这个两条绳子再把它分开，再放在你的右腿上，那就是基本动作是连续的，就是这样解到这条两条绳都把它解完为止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对，你好快哦，来，有问题的话，再找我们旁边的人哦。好，因为你们都给我证明，我讲的你们绝对会听得懂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好，开始了，剩下30秒，我刚才讲的对戏已经是算到时间了哦。30秒。